看看新闻网。让梦想的雨在那天上飞，让蓝蓝的天永远不要灰，让所有人的眼中藏着幸福的泪水，永远不要再伤悲。由吴秀波、曲颖、曾志伟、玄子、倪安东以及中国好声音人气学员陛下李琦、丁丁、胡孟舟等倾情演出的青春音乐栏目剧《我的青春高八度》正在持续热拍中，并将于7月6日在浙江卫视正式开播。《我的青春高八度》讲述的是由吴秀波饰演的合唱团老师肖文，带领着一众怀揣着音乐梦想、拥有过人歌艺却又性格迥异的校园怪咖，争夺全国总冠军的青春校园故事。6月17日，剧组第二次开放媒体探班，探班现场，国民大叔吴秀波、微笑女神玄子及其现身，两人正在拍摄剧中 MV《明天我要嫁给你》，并秀出了一段精彩甜蜜的互动歌舞。只见波叔嘴里念念有词，神情有些严肃，一问才知道原来吴秀波是在记舞步。我是真的特别害怕跳舞啊，然后人家一般男生女生跳舞都是男生带女生，我是一般都是曲颖和玄子带着我跳啊。对，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跳过，也不敢。对，那里面有那种就是之前发了一个特点，看你对对，其实就是，跳高兴了，还真的挺开心的。这个戏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和单纯，就是，我觉得这个戏，11、12岁到14、15岁的孩子，还有就是，老人都会喜欢。我真的是觉得简单是一种快乐，在这个戏里，大家都。剧情也没有什么城府，一起工作的人也没有城府，就是开心的唱歌跳舞。那在练舞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踩到女方的脚？会，我昨天还踩了。其实我踩吴老师的比较多。我他踩我也没什么感觉，昨天真的是踩到他脚，踩到他脚。就是、没有，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头一天老师穿的是布鞋，第二天他就穿了一个皮鞋，可能这样踩不会很痛。他是穿那个布鞋，老踩不准那个点儿。